Oh. Yeah. Oh. Oh, 吃饱了，我刚在台北吃那个羊肉汤。那个，好，哎，突然这样，因为我今天的那个行程其实蛮复杂的，就是我早上先来台中彩排，然后那个又回去台北彩排，然后在台北表演完，那刚刚对，所以其实今天是非常特别一天，应该是说每一天都非常特别，不管是对你而言或对我而言，对。你会发现那个每一天的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来自于可能你有时候你的心情会有高低起伏，可是你可能会觉得，昨天好像比今天好一点，今天蛮烂的。可是有时候那个差距就是造成那个特别的关键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所有的那个 ，Yeah， 下一首歌都。一百种生活。大家有很急着要回家吗？哦，我讲话可以讲慢一点，因为我刚好要本来要赶高铁，可是后来我没想我算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大把的这个夜晚可以浪费。耶！那个刚上一组的那911，我台南的表弟，我上次回去过年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哥，你知道911吗？我说什么？那什么？然后他就放那个 YouTube 给我看，然后今天看到本人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对，所以这所有的元素都是组成今天是特别很特别的一天的，你知道吗？耶、yeah ！好。Oh,
Oh,